救国团树林区团委会举办生命教育宣导活动，邀请心灵讲座讲师陈云来到树林区文林国小进行演讲，要和民众分享调试压力的心得。陈云所传递的是无私无为的大爱，绝非小情小爱。所以无论男无论女，无论老无论少，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真心的交流。现代人的生活忙碌紧张，如何调试压力还有负面的情绪，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课题。救国团树林区团委会透过举办专题演讲，邀请心灵讲师陈云来分享调试压力的心得，让市民朋友参加，一起来做心灵成长，为自己的压力还有负面的情绪找出口，让大家面对生活中各种挑战的时候，都能够做好情绪的管控，活出健康的生命。